矩不正，不可为方；规不正，不可为圆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。生而为人，不可漠视规矩。也许你会认为守规矩可能会很吃亏，但是实际上，这个世界其实很公平的，守规矩才是最稳妥的一条路。不守规矩的人确实会在短期上获得利益，但是从他不守规矩的那一刻开始，也会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。 The bubble film bag making machine is the most ideal choice for the buffer packaging industry. Ramen machinery will continue to serve you.